小心，你是干嘛呀？你这孩子，你咋？小心你也是。啊？我啥呀？我咋的了？浩南跟你姐俩还没拉倒呢，你俩咋就干这事儿啊？妈，你听我说。你说啥呀？我说。小心呐，不是大姨说你，你咋没个姑娘样呢？那姑娘啥样啊？那我正常谈恋爱。还咋的？那时候没结婚之前，手都不能碰。你俩咋就……哎呀，妈，那还总能跟你那时候比呀？这都啥年代呀？啥年代也不能随随便便啊！人现在都自由恋爱，你随便点怕啥呢？你，我主要还跟你姐俩没拉倒呢吗？那是你没拉倒呢。一个你，一个我妈，都老脑瓜糊。浩南，你看上没有？这阵都知道跟我俩顶嘴了，那娶过门了，还了得了？妈，他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谁不懂事啊？那我不懂事啊，我不懂事行吧？我真得找你妈说道说道来。说呗，找谁我也不怕。上母去，这事儿我不得跟你妈说说吗？那你就赶紧去呗，我妈在家呢。我，浩南呢？你也跟妈去。这事我干啥去？你说去呗。我怕给你俩扔屋，干出点别的事儿来。我不是那样人啊。那哪有嘴啊？走，跟妈去。我不去呀，我昨黑看他玩小牌看一宿，挺困的。大姨，你都去吧，没事啊，甭垫子。老实在屋待着啊。啊，你真不想看看呀？看啥呀？汤月找不找说，反正啊，都咱俩搞。哎，你若不离不弃，我定生死相依。我把被先叠下来啊。干啥呀？要不呢咱们把生米啊煮成熟饭得了，什么汤都不愿意。不行啊。那有啥不行的？你不都说了吗，现在都自由恋爱了。咱还没结婚呢。管他那事呢，咱就给他来个呀，咱先斩后奏。Thank you.
请吗？在家没有啊？给家呢，请吗？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昨儿回来的。你这身体还这样啊？哎呀，没好了。快坐这儿，啥事儿啊？不还闷事儿吗？小雪干啥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我一起来，俩孩子都走了。呀，妈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昨儿回来的，正好你回来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那你说吧。你跟浩南你俩咋回事儿啊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你说他跟小新俩。青木，你说咋办呢？哎，我也为这事儿愁呢。你说这寒门也不听话呀。那听话就不叫孩子了。小嘴儿，你知咋正闲着呀？我哪天都闲着呀，不都快闲出屁来了。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咋溜叨的呢？我呀也不跟你要圈子了，我都直来直去了啊。你们张鑫呢，想跟你小雪搞对象，你同意不同意吧？我，你要是没啥意见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得了。那个大门子咱也错了啊。不是，反正俩还乐意，我也没有啥意见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还让不让人说话了？那你们家不要还不行，我们家要啊。你跟谁俩吵吵的？那我说话就这么快有啥法了？你管得着吗？你跟那驴毛了似的，嗖嗖的，啥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乐意，不用你管啊。海燕呢？中不中？那我们雪儿人家媳妇儿吗？那小雪跟我们张鑫说的，跟那浩南没有真爱。我没说。没事，别害怕，妈在这儿怕啥呀？小雪儿啊，都这事儿也不能你说定就定啊。那你还不定等等啥呀？那他俩从苞米地里都那啥了？哪啥了？我没有。你别让他瞎摆悠，我这还没完事呢，咋的？抢媳妇啊？我不愿意听你说话，那我听海燕的。海燕啊，咋的？你到底同意不的？我，行，那都整定了。有病吧你？你说谁呢？你给我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咋的？有病吧？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屁！你才有病呢！你儿子有病，你老爷有病，你全家都有病。哎呀！你也就挨一能吧，你还能干点啥啊？你慢车的说话你都赶不上趟了啊！能说话你都说话，不能说话你让不让？给咱俩叫啥呀？我让你骂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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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咋了？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王大婷，你脸给我挠了！我说不过你，我还打不过你，你给我等着呢！呸！你这是干啥呀？说说还打起来了，惯你的。青木啊，这事到底咋办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说这寒门我也说不了啊。小雪，你说咋整？我也不知道咋整啊。那浩南也不同意呀。你呀，你有小心那一半的冲劲儿，也不至于到这个呀。我们小新呢都有点溜。小新干啥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在蒙呢，一早都去了。那他上宁去，你咋还出来了？那他呀啥事都干出来了啊。啊，哎呀，妈你慢点。还慢啥呀？再慢不赶趟了。你快看看家啊。啊，咋的呢？是不是你媳妇儿啊？啥事儿正着急呀？啊，在这干啥呢？让他看着了咋整？那怕啥呗，咱估计估计前面呢。这账啊到这说啊，这点破账对没完了。你俩干啥来的？
没事儿，帮你叠被子了。那入单的呀，管凳都坏了，又给我整那么大口子。